tie ball game as Archer faces Su-Wei Lin, and he's got a loop a base hit into center. 来自台湾布农族的旅美球员林志伟，台湾时间十号晚间，面对光芒队王牌投手 Archer， 在第三局下半挤出首安。在这场比赛中，林志伟单场四打数，共敲出三安打，巧巧在大联盟第三度的猛打赏成绩，让他的打击率回升到333。虽然红袜队中场以3-5输球，但林志伟身上大联盟不到一个月就有如此惊人的表现，也让他在台湾的家人都很期待林志伟每一次上场的表现。这个魔教在接在力啊，这样你是踢得很好啊，那是当然的、我昨晚在看啊，下班回来在看啊。随着大联盟明星赛的到来，红袜队将进行4天的休兵期。至于林志伟是否能续留红袜队，也将在明星赛后揭晓。不过林志伟用亮眼的成绩，不论是打击抢眼或工具人的展现，都让波士顿球迷为之疯狂，掀起一波来自台湾布农族的林海啸浪潮。记者胡树露露台北市采访报道。